它把它都浸到水里面去。刚好啊，可以进来。不用不用，对。它因为它底下的空间正好可以把它塞下去，太满的话它会那个会爆出来，所以差不多八九分左右，然后再把它调一下。要稍微吃点水，它就会往底下倒，然后把那盖子盖起来就好，因为它等下蒸汽也会那个，所以它水太满的时候，它会爆出来、嗯，稍微调一下，然后让它塞得刚刚好就好。这样煮大概煮20分钟。